大家好，今天来分析一个棋门局啊，主要讲的是这个同一个棋门局，测了两个人，相当于这个一局多段嘛，当然还有这种两个人问同一件事情类似的问，比如同问婚姻的，同问感情，同问这个财运的都有，但是我昨天是遇到了不同的人问不同的事情嘛，当然以后。一局多段遇到了这个同样的人测同样的事的话，到时候再讲啊。这个先讲下昨天遇到的啊。首先第一个来问的是，他是测工作运，工作运是他感觉很不顺利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可能开了一个公司嘛，之前也测过啊。首先用这个日干来看，丙加丁啊，这叫辛奇朱雀啊，辛奇朱雀，因为丙和丁嘛，这是三奇，格局不错。但是临着伤门，伤心难过啊，坎卦，坎为牢笼之上，天一星，天一星也是一个，还好吧，这个半凶的相，但是天一星的话在坎宫的话是受到限制的，不旺的，然后呢，这个状态其实还好，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表示是状态稍微差一点，这个食干，己土。这个己其实它的年命也是己巳年啊，年命是己巳年，89年生的，所以说这个己土，这个性，这里面的这个性耗啊就更强烈了嘛。辛己加辛，酉魂入木，酉魂入木是空的，它空的嘛。然后这个食干代表手下的人，食柱代表他的手下的员工，空亡死门代表结束了。说明他和这个员工相处不是特别好，事实上说是最近很多跟着他的对他很要好的这种下面的人都离职了啊，也确实产生了这个相嘛，空亡代表没有，死门代表结束嘛，这个底下的这个人啊走了，就是离职了，落空嘛，没有，白虎可能就是这种能力很强的也走了，落空看这个。对宫是辛加己入狱自刑，临了生门嘛，钱财可能因为什么原因离职呢？工资低的缘故吧。当然这个也没讲，他就说这个工作状态就是手下的人哎，确实离职了。你看，六合代表说合约合同嘛，丙火代表背叛嘛，背叛什么？代表说这个丙为背格嘛，往往代表背叛。金门代表草。天蓬星与钱财有关，所以也是因为钱财的缘故，比如工资低啊，怎么样缘故离职了啊，手下的人离职了，就这点事情啊，然后来问说什么时候能够转好一点这个落空呢，那到这个把它填实了就好了。现在是壬申月，壬申月，接下去癸酉，癸酉，甲戌，这甲辛也不行，乙亥，丙子。估计要到这个下半年的子月了嘛，丙加丁嘛，辛水月转啊，这个辛奇朱雀，这个要丙子月，丙子月是农历的11月，估计谁要有起色的话，或者说他的事业工作有起色，要到11月还有一个人，他其实，大概过了半小时嘛，又有一个人来问，他是帮朋友问，帮朋友问，朋友进看守所了。好像犯了什么事，经济问题，反正，开公司嘛，应该是经济的纠纷，反正进了这个看守所来问一下，是不是这个能不能出来就这个问题嘛。首先，他的朋友要看月干因为也没问他的年命，看月干壬水嘛，壬加戊叫小蛇化龙，可以啊，用的休门三级的门，这个极门啊，天冲星也是极星极门啊。好，这个说明这种问题并不大呀。这一看的话，表示说，他的朋友没什么大的问题啊。戊土嘛，最多与钱财有关嘛，也确实然后反馈说是，反正关起来了，也没判刑嘛，也没怎么样，也没这个出结果，就是拘留，一直与世隔绝吧，或者说，就说不上话，但也没有说这个要放，还是说要判刑都没有说。据说是，据他说是被人陷害的。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他的年龄是84年的，
啊，84年的戊子年生的，啊甲子年生的，可恶。他是来问他的朋友怎么样，我的朋友看来没什么大的问题啊，啊人家不小时化龙啊，戊土跟钱财有关嘛，确实也是就经济纠纷，啊他自己是甲子年生的，啊、看了一下甲子年他年命弱，因为第一个他已经把他看了啊，丙加丁。因为伤门难过伤心，其实状态不太好。那第二个人就不应该用这个日干，不然那同一个人也不太现实啊。然后第二个用年龄来看嘛，甲子戊啊，这是对，这个六甲遁嘛啊，遁戊嘛，戊家人，青龙入天牢，戊在震卦，六于畸形，这很明显嘛，这是个破财的象，所以。我直接说了，我说你不只是问他吧，可能这个他的经济纠纷会影响你的钱财吧，你应该也破财了。那事实证明是什么呢？他在他的公司里面好像他也有股份，也投了很多钱啊，多少钱没问，反正说是这个钱财出不来了啊，说是被冻结了，被这个竞争大队什么这个冻结了啊。戊家人嘛，青龙入天牢嘛。然后问这个钱财，后来他才问说，那我这个钱能不能回来嘛，物价能青龙入天牢啊，这个还得看生门，生门的话我在这里啊，生门入狱自省啊，临直府临乾卦，这都代表公门中的人，这个相当于公家把这个法院也好说，或者公家单位公家把这个钱财锁住了，冻结了账户，冻结了，所以钱财是出不来的啊，而且是金克木啊，乾卦克着这个震卦啊，这金克木来克，所以这钱财拿不回来了，相当于这个已经被没收了，这是一个非法所得一样的感觉啊，所以说投了钱回不来啊，这个人朋友呢又被关进去了，当然他的年命好像是66年生的，66年是丙午年嘛，后来问了一下年命，他是66年丙午年，丙加丁辛水月生，这个显示也是问题不大嘛，但是呢在坎外，坎宫为牢笼之象，也这个也是显示牢笼，也确实代表说一种被制的嘛，啊被制的嘛，代表说啊问题不大，不会被判刑，不会怎么样，可能花点钱，最终结果能出来，啊这是一个一举多端的，主要是，一个是问他的这个工作或者说他的事业状况，一个是问他的什么朋友的状态，但朋友呢与他的钱财挂钩的，他在朋友当中投了很多钱，然后钱财呢入天牢了。这个代表说套牢了嘛，套牢了出不来了，被冻结了嘛，事实上是这个资金被什么银行账户啊，公这个对公账户这个钱啊被冻结了出不来啊，就是这么一回事情。前面局其实有些时候很简单啊，当然仔细也看的话，看暗干啊，啊暗干，什么叫暗干呢，就是他伤门本身的原来的宫位呢是在这个正宫看的冷水嘛，啊，丙家要把这个冷水拎过来，拎到这里来，这叫暗干，丙家人，这叫水蛇入火，啊，这个就表示说入火嘛，都出现问题。冷水代表天牢，啊，当然是暗干。但一般的奇门局的话，这种就可以断了啊。有机会的话，我会出这个奇门的这个教程嘛，啊，奇门的这个教学吧，啊，好，就这样啊，谢谢大家。